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蝴蝶兰比较用的比较多的那个喷雾，就叫肥料，它是液态的，然后按照那个比例滴到水里面，我是挺随意的，但是我不会过量，就是滴着摇晃一下。就给他们浇。人家为什么要浇这个兰花？它原则上它开花了，我们一般就不上这个，它会促进那个开花开完。但是因为它出了一个新的芽点，要给它一点点。其他没开花的都可以上一点点。让他们更健康，然后剩下的不一般不浪费，就给我其他植物吃一点，吃好一点，长高高，你看长得多好，这是一棵柚子树，很高，屏幕都放不下这么高。兰花它是需要一点点的营养才可以开很大的花，不然它就开的花很小。有些是跟品种有关系的，但是营养也会影响到它开花大小。你看一下，是有区别的。这棵很纠结，一年多没开花，不知道哪出问题了。我也不是专业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大家如果知道的，可以告诉一下我嘛。